公元某年，九阴真经重现江湖，传闻得真经者便可号令武林。一时间，武林后人齐聚广福路6:30大厦顶楼，一场惊天大战悄然拉开。神头兄，神头兄来得早啊！西毒兄，好久未见，最近牛蛙生意可好？托你的福，都不错，改天来店尝尝味道。好好好，我给你打个折。感谢感谢，今天来的人可是真不少啊。除了我们五绝的后人之外，你看，钢轮法王的后人，南帝的后人，北丐的后人，神雕的后人。喂，不买挖掘机啊，不买。千年前啊，我们的老祖们华山论剑过后，九阴真经就消失了。今天重出江湖，谁不想得到啊？哟，还有美女。这不是东邪的后人吗？此女子性情异常的古怪，轻易不要喝酒。哎，哎，美女，请问你多大了？叫什么？住哪里？一会儿我送你回去。哎，住口就没事吧？没有想到和女生的第一次见面就有了亲密接触。都跟你说了，此女子啊性情古怪。不，这叫野性难寻。哎，听劝呀你啊。哎，想不到武林高手都来了。是谁在说话？此人阴波功高深莫测，定在千里之外。今天规则很简单，赢的人就能得到。不用比了，这秘籍是我的了，在场的人跟我比，你们全都是愣子。还没有比呢，你怎么敢说就是你的？小子，你想找死吗？哦，是吗？天下无坚不破，唯快不破。啊，小子，你可千万不要眨眼，不然你会错过最精彩的表演。没有看过我主演的电影《神枪六甲之铁头无敌》。人长得不怎么样，话还不少。哎呀，没想到赢得这么容易，就剩咱们几个了，谁和谁打？女神，如果你让我亲你一口的话，我可以让你赢。你最好还是小心一点，我感觉他今天有点不太一样。是，我也感觉到了。我感觉他已经爱上我了。是时候了。